因为演讲是请到东大学廖奎翔教授伫咱中间来分享。特别可能有人有熟悉廖教授吼。廖教授的爸爸廖正义牧师吼，我嘛是真久即个做滴服侍同工的机会吼。可能大家人对太太较熟悉，就是南医北的社长吼吴信平啦。今仔日真欢喜，就是咱邀请到廖教授甲咱来分享。听到我讲要用台语还是华语，我讲拢会用吼。有时候用华语表达也 OK 吼，让大家也可以来更了解今天的这个主题吼。今仔日廖教授伊要来甲咱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建筑局的这个角度吼来看这个德国的历史甲文化的这个发展。咱开始以前，咱三个来做。牧师的介绍，各位兄弟姐妹平安，真欢喜的，当来这个教会，也来分享，这算我的常常上课的题目吼。不过这题目吼，当然我袂讲咧真复杂，也是讲真无聊啦吼。这时间呢，定义嘛是一个吼，咱讲暖场吼。下晡则是吼，再来两点半，这则是很重要吼。教授吼，才是重点。所以大家一边来休困吼，休息，都唔嘛不要紧吼。你啊工作吼，这阵是一个吼，慢慢啊休养的时间，我就要精神爱较好吼。我首先吼，大家介绍吼，就是讲德国的一寡建筑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吼，因为含这个德国的历史。早期拢含教会结缘的关系，所以咱就可以讲，一定是较侪体会吼，较近代嘛是含迄个政治到一切的关系吼。咱对朝了即个无同款的时代，对上早期的罗马史吼，哥德式吼，到最后的后现代，民俗的介绍。首先吼，就是爱对迄个日耳曼人吼，日耳曼人含德国人到底有啥物？差距哈，虽然呢，都是非常的历史哈，但是呢，日耳曼人呢，也包括的范围比较多哈，所以当地来讲哈，包括像荷兰哈、荷兰等啊，起码算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哈，奥地利啊、德国啦、瑞士啊，都是日耳曼人啊，甚至啊，比如意大利哈，因为意大利呢，印度人啊，你会感觉北边跟南边那无相同。北边敢那较大汉，皮肤较白吼，敢那有一寡迄个头毛的吼。南边的敢那乌头毛较侪吼，迄个皮肤也是讲较乌吼。这就是差别啦吼，就是讲北边含迄个日耳曼人一寡小所在吼。咱介绍来讲吼，日耳曼人含迄个罗马人吼，伊伫咧对抗的过程当中吼，就是会当讲从德国吼。德意志地区哈，开始进入耶稣的时代啊，所以这有点类似哈，南方匈奴啊，因为以前用过汉语啊，还有学霸啊，啊，才知影匈奴人，其实匈奴人最早就有啊啦，讲吼，汉人较早啊，不过吼，因汉人吼较早有文字吼，所以个写，同款啊，罗马人较早有个文字吼，所以较早才写日耳曼，所以大家才知影吼，这个日耳曼。日耳曼人含迄个罗马人咧相拍战争的过程当中吼，当然罗马人相关是汉人吼，他来建迄个长城，建立长城。罗马人吼是建立迄个碉堡，迄个碉堡大概是30公里、30公里一个碉堡，所以这碉堡是讲要来自日耳曼人的入侵吼。因为跟有日耳曼人的人吼，他有马上吼，这跟他类似烧烽火。N 吼来请出来吼，大家来看，伊个其他军队吼，其他碉堡即个包围迄个日耳曼人吼，这是目前吼留落来吼上古早的当地德意志地区吼，德国境内所在吼留落来上古早的罗马式建筑吼，当然这一定是修复的吼，是历史修复的建筑吼，这所在是伫迄个法兰克福以北的这个所在吼，
沙瓦疗散哈，而且药材因为以前我们它比较森林收的，所以啊，观光热门景点啊。啊，伊的这个药膳通常大概哦800米的这个罗马尺寸啊，所以我要定义它这个均匀啊，空拍图啊，就啊，过来啊，它处理的是啊，就讲罗马人的这么德国地区啊留下来选的这些所在啊，推尔啊，啊推尔这些所在就是德国的西南边啊，西南边这些所在，啊有个老这个城门啊，这个乡门啊，罗马人的乡门啊，一种名地啊，啊也所在差不多比啊什么啊，这西南边这些所在啊，啊推尔嘛是已经处理这个辖区嘛，因为马克思比较出名啊。他说有一张叫做马克思城市啊，哎，进来讲，他讲那个有口一点的游客是啊，拢比较朝圣，一起马列子孙啊，他说也，但他国家熟悉啊，啊，这是那个特别的话，这所在，而且所在吼，伊老国老作者迄个罗马时代，我华人的建筑啊，包括竞技场啊，啊，咱知影罗马竞技场啊，啊，不过吼，这主要嘛，哇，那种。罗马人大个所在，差不多吼，较大个城市，吼，拢有竞技场吼。啊，另外呢，就是迄个会堂吼，马斯里堂，这个会堂吼，是迄个罗马人吼，伊演讲聚会所在。啊，到尾教会吼，起个迄个建筑个形式吼，就是从迄个会堂开始吼，所以他可能当做一个引导吼。啊，另外就是迄个皇帝大浴场吼，这个。罗马人爱洗身躯啦，吼，所以要这个澡堂啊，啊，这是一个澡堂。澡堂无简单啦，吼，因为水爱排水，还要防淹水吼，所以这个建筑看得出吼，罗马人的建筑啊非常厉害吼。啊，另外过来就是一挂这个较旧的桥梁吼，啊，即卖老了，拢主要吼桥墩啊，看下乌乌的桥墩，桥墩啊，顶管拢是啊重新整修啦，无是无路。啊，过来吼，就是罗马人他们本诶，迄个日耳曼人吼，迄战争的过程中，到尾咱知吼，罗马人就失败了吼，啊，蛮族入侵之后，啊，罗马帝国就消失嘛。消失之后，因为日耳曼人开始建立不同的国家，所以无同款的国家吼，啊，较大诶几个国家，像讲哥德啦、西哥德啦，像讲汪达尔，像讲迄个阿提拉，吼，建立的起码拢无变嘛，啊，咱会当看吼，就是差不多800米左右吼，啊，有一个日耳曼的熊，伊来国王吼，就是查尔大帝嘛，啊，英文因为翻作查理曼吼，啊，咱对迄个英文翻过来，我们叫查理曼大帝，啊，因为伊嘛是法国人的迄个当地的祖先啊，吼，所以这个查理曼大帝，我们查尔大帝嘛，伊是同时是法国的哦，创立者一样吼。他是日耳曼哈，这个德国的创立者哈，啊，伊两边哈，伊的土地哈，占了两边哈。那当时我看这个图哈，这图就是一尊法兰克王国哈，伊叫法兰克王国，还有就是包括法国哈，这个德国这两个所在哈。啊，到尾当然因为因的继承方式哈，就是每一个囝哈，拢有土地哈，啊，到尾分做三块，三块分了到尾。西边就分予迄个西法兰克当兵啊，东法兰克，啊，到尾东法兰克变作德国啊，西法兰克变作法国啊，啊，所以从此就变作刚刚还给两块啊，刚刚知影德国和法国以前伫咧吵啊，啊，吵到二次大战之后啊，因为欧盟的关系啊，才开始合作啊，啊，这是大概一个历史啊，啊，咱来看吼，就是讲这是啊，较重要的一挂建筑啊，包括。阿亨这个所在，阿亨是啊德国西边这个所在吼，伊是法兰克王国的迄早期吼国王伊家园的所在吼，就是讲吼伊咧登基做迄个法兰克王国啊，这个阿亨这个教会吼教会，而且教会呢有一个到一个迄个伊的迄个宝座吼，迄个宝座吼，咱就是伊准备了吼，到尾啊以前迄个中国的皇帝伊啊。这慢的，看下，刚刚吼，普通的一个石椅尔啦，吼，啊，
这是您的告诉家啊，阿姆教授啊，皇帝的宝座啊，一些好有两个称号之处啊，有讲，伊同时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啊，啊，到尾呢，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啊，就是阵的教皇啊，伊希望啊，这个法兰克王国啊，会当来继承以前罗马帝国的皇帝啊，一个地位啊，所以叫伊来那个梵蒂冈啊，所以就西元八百年的时候啊，圣诞节啊，圣诞明啊，那个平安夜啊，啊，就来那个做弥撒啊，啊，教皇就甲啊来加冕。你是罗马人的皇帝啊，所以变作两个身份啊，一个就是讲伊法兰克啊国王，同时就是罗马人的皇帝啊，啊所以变作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身份哦，其实对于德国影响很大，因为到尾吼，咱差不多讲迄个东法兰克啊，东法兰克这个国家嘛，就是到尾吼，到尾就是德国啊，啊伊的国王变作同时嘛兼罗马人。所以呢，讲过来有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哦，神圣罗马帝国那他们结果关系呢？哦，是安尼来哦，咱再过来讲个继续来看。啊，这个所在就是再过来讲哦，这个阿门这个教堂哦，当然有后来一直起嘛，愈起愈大哦。啊，过来咱看第二个吼，就是讲伫较中世纪早期哦，啊，早期有一个足重要的这个结果的一个报。嘛是讲吼，下当讲是德国的开始嘛吼。咱头先讲的迄个查理曼大帝啊，伊是德国和法国吼的共同的君主。啊，到尾奥图大帝啊，伊就真正是跟人当兵，然后当兵就是德国这个所在。所以伊伫迄个时代才开始吼，变作德国人啊，做家己的德国人的国吼。啊，把人关于德国人所有的所在吼。啊，这个所在是包括今麦奥地利吼，啊个瑞士吼，北边啊个迄个荷兰。啊，奥图大帝到过伊个位，建立所有吼，都来讲神圣罗马帝，所以变作两个称号啊，是德意人、德意志人的君王啊，嘛是同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啊，但是这真趣味的讲吼，伊要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吼，伊爱先对迄个意大利那边吼大败啊。咱即马想讲啊，去意大利吼，去梵蒂冈加冕，最近啊坐飞机吼，来当加冕啊。啊，迄个时代不是啊，吼！你若要去加冕，你得经过迄个佛罗伦斯啊、米兰啊、威尼斯，啊，这人我爱互你过，你要哪过？吼！啊，当然爱先争执，吼，爱先震惊，吼，拍牌了，你就变作讲你嘛是我的臣民，吼，我才当过去，吼。所以依稀紧迄个时代，吼，是安尼，吼。啊，咱接下来看讲神圣罗马帝国，吼，了后，吼，神圣罗马帝国差不多是啊，这个啊，红色吼比较少，吼，有范。啊，其实吼，每个国家吼，伊是完全独立吼，但是就是臣服于吼，这甚至有附庸吼，包括这个吼，这个以前叫波西米亚，现在叫捷克了吼，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所以捷克和神圣罗马帝国来讲，他们捷克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吼。啊，拢知影布拉格吼，布拉格的雄战吼，迄个大学就是查理大学吼，伊是讲迄个。当然是讲电力的最早的大学，有人讲啊，海德堡应该古早早啊，海德堡啊，当然德国境内雄大是海德堡，哦，但是呢，讲德语区的哈是布拉格雄大，布拉格就是，啊，当然这下加巴伐利亚啦，哈，讲这个斯瓦本哈，即马斯瓦本即马斯图加特哈，咱拢知影迄个奔驰啊汽车了哈，就斯图加特哈这个所在，啊，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啊，这个时代吼，上主要的建筑是罗马式建筑吼。啊，罗马式建筑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罗马的这个会堂，还是讲罗马的一挂一个大建筑都是。啊，咱若有人去过罗马的这个巴拉丁山丘啊，拢知影，做一个条啊，有当是纯条啊尔吼，啥物拢无啊吼。啊，这个罗马式建筑就是一个条啊吼。麦兹大教堂啊，美因兹啊，还有麦兹啊，美因兹大教堂。啊，麦兹大教堂起码是很重要啊。啊，咱今个陈祖贤牧师啊，伊是麦兹啊。
南神门道行嘛。啊，再来哈、啊，咱介绍讲吼，最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当中吼，也堂啊，哦，哎，也墙壁哈，浮标足高诶。啊，为虾米呢？防守性质哈，因为迄阵那个阵地无足稳定哈，那个足侪敌人哈，所以也堂门真较细哈，来当个下哈，来防止敌人入侵哈。啊，这是罗马式的典型的建筑。啊，这个他过来咱介绍哈，麦子。洞的教所在，教堂。啊，教堂也教堂，咱头拄仔讲吼，是依教的依顶罗马式的会堂方式吼。啊，各位大家听听吼，听听吼。啊，但是吼，就是讲伊的迄个圣堂吼，圣堂吼，就是讲敢那咱即卖迄个堂内吼，一定是封迄个堂，迄个门的吼。啊，因为当兵是吼出来所在吼。啊，够偌济吼，七级的超前级吼，啊，邀请当面代表吼，这个够偌代表生命吼，不相信吼。啊，罗马式教堂伊个建筑吼，伊个特色，讲伊个厝顶吼，厝顶基本上是较圆然后较拱形式，啊，无足高吼，哥德式啊，但这吼较是啊，是那个罗马式吼，拱形式吼，啊，但是哥德式吼。它其实就是跟拉长就被割的死，所以接触比较痛。但跨小宾馆哈 ，FBS 讲家嘛，它能割的死啊。那你来看鱼哈，罗马式。那罗马式割的死其实是严肃哈，以及讲截然是区分的哈。啊，所以那你当看这些教会哈，割的死和罗马式拢两种会哈，并不是讲完全区分。啊，不过咱的卡姆哈，它教会是割的死。罗马式的教堂，阿姆斯特哈，啊，哥德式和罗马式的代表哈，波港西哈，因为到尾中世纪的后半期哈，就是哥德式啊开始出现的所在，啊，主要就是讲，因为规个这个重要一寡迄个领主哈，还是讲诸侯诶，慢慢啊稳定哈，啊稳定之后就开始起这个新的教会哈，所以咱知影像科隆大教堂哈，有那么代表哈。啊，科隆大教堂这个堂做在拢是装饰用吼，伊唔真正是堂吼，伊是在装饰吼。啊，另外就是讲伊的所有物件拢开始往上吼，那刚刚看哈哈镜吼，啊 ，U 去顶管，它的为罗马式 U 去顶管，变成哥德式，这是简单的方法吼。啊，哥德式的方法，那他们罗马式在比较就是那样，伊顶管较小较尖吼。啊，另外就是伊的条啊吼，伊条啊做在起用人做伙，看下敢那一堆水管吼，还是。啊，这就是因为以前咧起建筑的时阵吼，啊，大家就往那起嘛，往那吼，会当起偌大就起偌大，反正起啊袂倒吼，袂使吼，啊，起啊倒就无法度啦，就是干来当起啊遮啦吼，啊，以前也无啥物吼，咱讲力学啦吼，啥物一挂吼，先起啊高吼，咱讲做中学吼，啊，所以以前慢慢起吼，啊，起不管，就是边仔有条啊来帮忙吼，所以咱叫做辅助吼，就是迄个吼在旁边辅助的吼，帮忙扶起。啊，另外哥德式的那个堂门吼，当然做些彩绘吼，这块是特色的吼。咱有教育，咱们有彩绘玻璃吼。啊，彩绘玻璃就是咱古早讲话是迄个穷人的圣经啊，宾馆弄做些圣经的故事吼，啊，让大家唔单止的迄个信徒当来看看吼，吼，可能这圣经所讲的吼，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过来就是讲伫这个哥德式兴起。间哈啊，作者所谓的帝国的自由史，自由史等于讲，一介城市哈是皇帝直接来管哈，无属于诸侯，所以伊变作自治啊，因为皇帝哈管不住哈，他一高兴皇帝就好啊，所以应该也当自治哈，家己管理家己哈，所以主要就是像迄个汉堡哈，还是布莱梅、吕贝克哈这些城市哈，这东西所谓的自由史哈，他用做行李啦、做贸易啦哈，是用个船运哈。啊，吕贝克是最典型的哈，一介成本哈非常高哈，啊，当然另外一个没落哈，啊，这是哥德式的市政厅哈，一介是啊，那是其中一些的一个啊建筑，啊，这是一个布莱梅啊，布莱梅市政厅，提供一些特色的工坊，一些三墙啊，中心的建筑，啊，啊，这是可以交代，啊，再来是啊，圣车航班的各位主。中岛
改革的时期哈。这个时期呢，咱先介绍讲，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所谓的文艺复兴哈。文艺复兴的有个根基，古希腊罗马时代哈。所以咱来当中哈，哥德式哦，跟他是蛮主的哈。啊，罗马啊，是这个文艺复兴哈，就是这个毕竟罗马式的建筑哈。所以啊，咱来当中像奥格斯堡哈，这个奥格斯堡是在德国的南边哈，是巴伐利亚啊，差不多是在慕尼黑哈，往西走哈，到奥格斯堡哈。啊，奥格斯堡的市政厅哦，伊这是所谓啊，都是那个甚至哈，一方面哈，都是文艺所谓罗马式的方式哈，正正哈，方方啊，无做侪那个装饰哈。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哦，伊含古典哈，古典主义又很像。所以它有点承先启后的功能，也文艺复兴承袭希腊罗马时代，最后影响到后来的古典主义时期啊。啊，中间呢，哥德是蛮主的啊。那文艺复兴呢，就是罗马的意大利的所在。啊，哥德这名词就是意大利的啊，意大利人讲哦，您这些北方的建筑都是蛮主的啊，所以叫哥德。为什么叫哥德？因为刚才都要讲了。以所谓的蛮族来讲，就是西哥德、东哥德啊，而这个哥德就是代表蛮族啊，所以这些贬义也用啊，比如哥德式建筑是，其实是意大利的啊，而且用在文艺复兴这样啊，来贬义啊，蛮族的建筑也用啊，啊，各位大家就承袭一下。好，那、啊、接下来再来看这个马丁路德啊，宗教改革的时期啊，这个城堡啊，可能大家拢啊，相关一些在啊，埃森啊。瓦特堡，啊，就是马丁路德啊，翻译圣经的所在啊。啊，咱讲咱有什么遭遇啊？啊，就有一个波鸿爷的诸侯啊，就腓特烈啊，这个智者腓特烈啊，一些侯爵啊，应该抢人啊，绑架。为什么绑架呢？因为马丁路德一直去帝国议会审判啊，那皇帝呢？啊，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盛情支持啊，教宗叫马丁路德来道歉。啊，咱讲马丁路德讲我坏啊。我是依照圣经啊，所以我徛在家，我绝对啊不会道歉啊，也不会收回我说的话啊。所以各位呢，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我以28天啊，伊讲28天以后，你伫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不受法律保护。伊是讲你刚刚那个哈，伊遐有一个名词都是你啊，叫做绑出的鸟啊，就像小孩的鸟自由啊，对，自由啦，你让自由去用它。你讲什么人害你无犯罪啊？那是自由啦，所以这是真趣味啦。所以马丁路德刚好伊咧写出嘛是真趣味啦，因为这种物件，你讲你若无受着法律来保护的时候，你非常可怕啊！伊一路随时会去用它，随时用它。啊，所以伊这28天内面吼，啊个刚才都讲杀生吼，这个侯爵吼，就是腓特烈，伊马上吼派人去绑枪去。夹批这个瓦特堡吼，夹惨了，因为伊惊吼教皇会派人去打，因为咱知影这较早期的布拉格的胡斯啊吼，伊甚至较早期有讲到宗教改革，胡斯就去互烧死啊吼，就讲宗教改革的人吼，早期拢用烧的，威克里夫嘛用烧的吼，就是去互迄个教皇啊处以迄个异端之刑啦吼，就烧掉吼，啊胡斯嘛去互烧掉，啊所以马丁路德嘛真好运吼，去互迄个。腓特烈去讲波罗，啊波罗的去埃森纳，啊因为埃森纳的这些所在，甚至萨克森啊，甚至德国卡中北部的这些所在啊，所以呢，当地的天主教支持者啊，我都来啊，来这边点啦啊，啊所以就唱起来啊，唱起来。啊，伊这个台面哈，讲这伊甚至这城堡起码维护还不错啊，啊大家有机会当面看啊，这马丁路德啊。啊，来看哦，这伊所批评的赎罪券哦，这赎罪券做处理哈，所以这哦，伊迄个空白嘛的所在哈，空白所在当写一个你的亲戚啦哈，细节当写的哈，意思讲哦，这哦要发给你一笔，反正你交钱就好，我就发给你，写好，你要为了什么人哦，我细节的写，他就写，好，你的罪得赦免的赎罪券哈，所以迄阵咧发赎罪券的时候。包括咱台湾讲，杀生的侯爵，非常生
进哦。安尼我迄个老百姓哦，交税到时就交无啦，因为拢叫迄个罗马天主教拢抢去啦，所以我当然支持哦，马丁路德哦，啊，过来哦，这是迄个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黄金啦哈，啊，传说中的南方哦，人家翻译圣经的时候呢哈，啊，跟他有魔鬼那个搅哈，那个干扰哈，啊，伊就作生气的讲，哦，啊，就对迄个墨水开始哈，啊，就讲迄个了，啊，魔鬼退去吧哈。漂亮啊！来，平原设计很漂亮啊！
咱拢知影凡尔赛宫是属于对吧？凡尔赛宫就是巴洛克式的典型代表啊。你讲欧洲上大上水的就是凡尔赛宫的巴洛克式啊，巴洛克式皇宫。啊，其他的诸侯拢是仿效啊，拢是仿效凡尔赛宫的奇幻啊，对称的花园设计啊，哈，喷水池啊，哈，还是各有其他的造型。这张非常特别啊！这是2002年啊，多阿是东德啊那边啊，德东大防守，啊多阿空拍图啊，啊空拍图多来当哈，看到那个他个人啊，池边顶啊，那个王子跟啊，以前对称啊，对称的啊，花园家那种啊，边啊有那个歌剧院啊，啊另外还有其他的树。另外一个真特别的建筑是一个圣母教堂啊，以前圣母教堂你不知道它摧毁了吗？摧毁掉，你身上拢无啊？你讲存安尼啊，这是圣母教堂啊，它要重建到可能，要重建。啊，为什么变成呢？哈，你那刚才俄罗斯的大轰炸，1945年2月时，那刚才结果是五月投降啊，就是讲二次大战的时候。结果是五月啊，希特勒五月嘛自杀嘛，啊，德勒斯登是二月时啊，一准英国和美国的大轰炸啊，一准用轰炸的方式嘛，所以德勒斯登一准被密集轰炸，轰炸的非常厉害嘛，用规个城市中所谓的火爆啊，火爆意思是讲密集轰炸之后引起连环的火烧啊，连环火烧还分布非常广啊，所有的一个石头都会被烧成。沙啊，变作沙，所以足济吼，伊咧变作敢若沙，所以非常恐怖。所以迄阵死估计啊，3万到5万吼，俄罗斯人咧吼。啊，到尾伊从这是安尼吼，所以咱看讲，哦，迄个心内无共吼，有白白啊，有乌乌一点一点吼，敢若迄个吼，敢若啥物物件吼，啊，乌乌迄个是原来就好吼，就是我原来就好老了呀，啊，其他拢白。咱头拄仔讲，二战1954年前，伊个派去啊，啊，到尾到迄个两德统一之后，再开始去重建，因为迄阵是当地吼，永山洞咧管吼，40年拢无咧拆，哦，咱咱永山洞已经无信用吼，所以对这个圣母教堂啊，古迹维护啊，根本就无咧拆吼，啊，到两德统一之后啊，迄个水田再开始吼，哦，咱就来募款吼，啊，准备来重建吼。重建的时候，总部长啊，成为迄个确定是一个旧号，还是编号？因为袂使讲哦，全部拢是新的，全部新的就不叫重建，新改对吧？啊，但是你看，重建到底几代旧号是不会吼，令人怀疑。不过重要，重要是一个新啦吼。啊，另外嘛，咱来介绍另外一个巴洛克时代啊，所在普鲁士啊，普鲁士它北边。柏林啊，接受的。普鲁士嘛是圣母的专制的国家哈，供国王啊施行所谓的开明专制嘛，所以认为是国家的主人啊。当然，这时代其实准备的都是也花园啊，其中一个啊，这个放无忧宫的哈，还是讲放忧宫啊，以这个波茨坦这些所在嘛，啊波茨坦这些所在的宫，一切可以很出名啊，比如讲这是战时的这东西。波德吼，伫北边吼，其实生较无好啦，定冷吼。咱拢知影伫法国啊，是讲迄个西班牙吼，波德生较好嘛。啊，迄阵气候啊，都无很暖化嘛。即马暖化已经连迄个最顶会当浸过啦。夸张啦！啊，所以即个所在吼，因咧波德拢爱甲迄个保护吼，所以伊用迄个窗门吼，关起来嘛。寒天的时候嘛，保护免得冻伤啦，保护周到。保护葡萄的那个设计嘛，啊，这另外就是咱那个盖起来巴洛克式的建筑嘛，所以也窗户旁边弄一挂人像的雕刻啊，非常的水啊。啊，这是伊来宾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就是中国茶屋了啊。为什么叫中国茶屋？因为这时代巴洛克啊，有诶，啊，你看到马可波罗的传记啊，啊，中国很特别，来想象一下中国茶屋大概什么样子。
这不打不起了，哈哈哈哈哈。他现在把变成巴洛克式的总代表代表嘛，他来源的话就是孙悟空嘛，孙悟空还有点画像嘛，这边就处理的所在嘛。啊，过来咱慢慢进入吼，到近代吼，而且近代主要就是讲德国开始革命吼，1848年。咱知影法国是1789吼，1789早，啊，美国独立战争吼1776对，是讲美国上早独立战争开始有宪法吼，而且宪法是民主的宪法，法国嘛受到影响吼1879，啊，再来即摆来吼，那1789。结果看嘛，话差不多过来怎样哈？到那个1848年的革命，而且革命啊，主要是那个法国哈，以法兰克福哈，以法兰克福这个教那个保罗教主，底下制定德国第一部的自由民主宪法哈。那但是制定了，就是俄式型的失败啊，与普鲁士啊、巴伐利亚、什么维也纳啊，在反动的君主文化上面消灭掉哈，所以最后呢，不成功。这是1848年的时候，也实现人家的啊，各地啊革命之后选出的制宪代表啊，教堂啊来聚会，教堂啊，啊，今嘛是重建啊，重建啊，这嘛袂使叫重建，这是新建啊，你讲新的啊。好，啊，这个时代建筑主要就是古典主义了，他都要讲哦，巴洛克了，古典主义哦。开始又仿效希腊罗马哈，这种大柱子哈，大马大殿哈，那这是布兰登堡城门的龙灾了哈，我们这柏林的圣德堡地标哈，而且地标里两个同业选址，都啊哈，柏林围墙也收在哈，啊，尽管这个战神啊是真出名的哈，因为那龙灾拿破仑哈，一阵规个欧洲哈都有这个侵略哈，帕甘莫斯科在苏提。啊、所以拍到柏林的时候，史上都一定讲啊，吓个啊，就是讲征服了德国啊，所以抢去啊，抢去，到尾拿破仑输啊，所以又抢去啊。啊，不过咱知影讲，德国跟法国啊，伊个战争啊，啊，这是伊个布兰登堡啊，就讲布兰登堡城门啊，等于哦走过德国的整个历史沧桑啊，包括早期啊，那个纳粹时代啊，啊，包括后来的。柏林围墙倒塌哈，啊，这东西见证了整个历史啊。柏林围墙边啊，一个很有趣的建筑啊，这是一个小岛，就是博物馆岛啊。这博物馆岛啊，是伫迄个差不多是普鲁士啊，普鲁士这边统一德国的时候建啊，所以拢用迄个古典主义来代表诶建筑方式，后来拢都是迄个希腊啊，希腊建筑。啊，咱来介绍啊，简单介绍。波德博物馆这是他们画的常见的图案啊，这是一个旧国家画的啊，我们跟他希腊神殿啊，这个啊，这是小的啊，叫做佩加蒙啊，佩加蒙博物馆啊，这个佩加蒙博物馆内面有迄个以前的苏美的波葬啊，1800年的葬啊，啊，圣经是拢连写都写，圣经刚写一下巴比伦，对不？啊，亚述对了，啊，这亚述巴比伦的物件，拢伫内面拢，来讲，伊迄个时代吼，有一挂考古吼，结果迄阵19世纪的时候开始去考古吼，啊，20世纪吼，也着讲弄个煞吼，所以内面拢看到苏美人啊，吼，巴比伦啊，吼，一挂迄个建筑，啊，规个神庙拢个煞吼，超比咱遮较大。这个一样哈，那个那个苏美的这亚述，这亚述的神殿啊，你讲规个拢个拆开啊，重组，啊，坑个多好啊，大家来看，所以这是伫柏林哈，很值得去参观的啊，这古早这古早。啊，这是边仔一个新博物馆啊，算历史博物馆啊，这拢是属于古典建筑啊，古典建筑。啊，这是一个柏林旧博物馆啊，这拢是啊，这拢是。咱看到这条啊，通常嘛，吼，拢以直线为主，吼，啊，巴洛克风就不一样。啊，这已经到德国快统一的时期了，啊，他都要包括普鲁士，吼，还是讲后来的德国，吼，啊，今嘛接下来稍微介绍一下，啊，讲
德国的迄个历史，咱拢知啊，包括俾斯麦哈，俾斯麦哈，俾斯麦是普鲁士的首相哈，他以带领普鲁士哈，怕赢丹麦，一个怕赢奥地利哈，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啊，因为是所有的德意志地区上大的国家啦哈，啊，这两个国家咧争这个德意志地区的领导权哈，啊，在俾斯麦时代啊，带领普鲁士打败了维也纳，所以维也纳他们退出了德国，所以德国之后就被普鲁士来主导，这个统一，他们那种怎样，普鲁士打败法国，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掉了一个凡尔赛宫家，然后在那些过数，所以法国觉得是奇耻大辱，所以在一次大战才会说来定个凡尔赛合约，因为悲剧嘛。啊，这个时期哈，从德国开始进入统一时期啊，包括这个建筑是所谓帝国议会啊，帝国议会。从德国统一之后开始盖了所谓的国会大厦啊，这个国会大厦代表德国国力的提升的象征啊。而且大厦很有趣嘛，你知道吗？起码是走过历史，有些人都走过历史啊。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啊，因为丁义公啊，伊无法度继承，是得人民的信任啊，要求他下台啊，还是包括海军啊政变啊，包括一个工人罢工啊，所以只好走去个荷兰啊，所以变成共和啊，咱共和拢知影，威马共和啊，威马共和就是讲德国第一次的民主的共和国家啊。而且德国第一次共和国家的议会大厦前面啊宣布共和，还有一种是由他左派啊左派社会民主党啊来代表啊。啊，另外1945年啊，一阵苏联啊红军怕把德国发生，帝国议会大厦啊，另外各级的士兵啊，去顶管挥舞的镰刀旗啊，镰刀旗的一个苏联的共和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另外，现在他就讲了这个国会大厦啊，温馨啊，还是两德统一的时阵啊，比较这个庆祝的仪式啊，所以他突然讲了，讲比较不同的时期，讲帝国议会啊。啊，另外这做出名的，1995年是因为德国因为发展啊，要重建啊，重建啊，就是改，哎，应该讲改建啊，改建这个帝国议会大厦，因为两德统一之后被推脱了啊，搬到柏林。国会来搬啊，来搬到那个皇家，那个黑点摧毁很严重啊，所以有被重建。他被重建呢，进行那个 Crystal 那个夫妇啊，专门包装的，大家有听过啊？你专门包装一个大型的建筑啊，是讲那个河流啊，被包装掉，是讲龟山被包装掉啊，所以有人包装帝国议会大厦啊，他包装引起很多人参观啊，上百万人都有。不得了的，因为建筑那么高挑啊！啊，各位，一、那个建筑完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个1992年的 Norman Foster 这个英国建筑家真的抢到这个标案，他提着这个建筑啊，这个穹穹苍的屋顶啊，代表后面啊，可以建筑一个议会啊，这是起码外形啊。另外介绍一个哈，就是原来是这个时期哈，就讲这个讲，德国统一之后啊，历史就是俾斯麦建立了德国啊，历史。历史然后咱新天鹅堡啊，新天鹅堡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地啊，啊，因为就喜欢那个浪漫的城堡啊，啊，所以花了很多钱到处盖城堡啊，啊，起家嘛，国家拢无钱啊，啊，所以人民开始。所以就帮大臣讲好，就甲伊管一下吼，管一管，管伊新天鹅堡吼，要管伊啊，管伊你家己去的所在，来管下吼，软禁吼，全面软禁吼。啊，后来就在莫名其妙淹死吼，来进来变吼，所以台湾变作一个问号。啊，新天鹅堡台湾嘛真狂吼，因这是迄个华工啊嘛，咱知吼，音乐家吼，啊伊含迄个什么建筑师啊，请吼设计。啊，因为他都要讲那个国王，巴伐利亚的那个国王，他为什么要特别
先前啊，国营啊，奥地利啊，关联较好，拢是很重要的国家。啊，所以普鲁士在领导整个德国的运动啊，统一运动的时候啊，在巴伐利亚啊，跟奥地利啊，是站在一起，并一起南边的啊，对抗普鲁士啊。啊，所以普鲁士他想办法啦，跟他想办法，通过战争了啊。所以各位，普法战争呢，巴伐利亚跟普鲁士在阵营哦，强迫啊，兵力强迫一起去攻打法国，所以巴伐利亚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加入，而且呢，连哄带骗。为什么说连哄带骗？因为俾斯麦暗示啊，说我们以后打败了法国之后，建立了德国啊这个国王啊，全德国的国王，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什么回应？可以考虑由啊，这个路易啊，台湾人啊，路易，这个全德国国王啊，欢迎加入中华友好，欢迎加入啊！我是加入之后哇，没有啊，被骗的方面，普鲁士啊，这全德国的国王啊，你本身感觉是这个太忧郁了啊，感情比较多了啊，那所以统一之后就很忧郁啊，那另外一方面又盖太多城堡，所以最后被流放。到自己的城堡，啊，这城堡的人是因为一夫一雄呢，喜欢所谓的浪漫主义，哦，所以这也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建筑的方式，就是讲啊，跟巴洛克有点类似，哦，但是呢，加了很多的中世纪的传说，哦，中世纪的传说里边哦，日耳曼人几块屠龙啊，哈，几块构树的哈，啊，所以在很多中世纪的城堡主要元素啊。战兵啊，光客兵啊，好好多种。那个他都要讲啊，新天鹅。那，啊，接下来就进入了近代了啊，现代、现代啊，比如讲啊，他都要让我们盖小工。一次大战之后进入了威马啊，威马时期德国第一次的民主共和时期啊，这个共和时期呢啊，就是我觉得特色建筑师啊，建筑师凯西工啊。咱来建筑是为了一般的百姓来起，就是咧为了遐皇宫贵族。以前咧建筑，咱拢看，哎，拢是皇宫贵族啊，吼，啊，若无高贵啊，啊，一般的平民都会住过吼，当然有啦，吼，咱拢知影啥物格子屋啦，吼，啊，普通的吼。啊，但是哦，即马威马时期，我觉得包豪斯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学派，这个包豪斯他的理念就是说，我盖的就是实用，我一般平民来使用啊，所以这些。建筑呢都必须要啊，让一般人可以啊住得起、买得起的啊，合一住宅啦，或者是什么啊，那类似这种。它的设计嘛，挺出名啊。小这样，谢谢。聊了啊，一边工作一边可以啊，好不好啊？哦，这个英文啊，都可以啊，在里面。啊，这现在这种用铁管啊，这些木质啊，这嘛是用它近代的现代那个钢厂啊来做的建筑。对。包豪斯其实影响啊，后来的包括复古风啊，或者所谓的叫现代的风格啊。另外一个建筑哈，也很有趣啊，也是跟包豪斯比较有关，是在二战之后啊。二战之后在柏林解决教堂啊，就是这威廉纪念教堂，它于二战之后摧毁严重啊，所以各位决定啊。保留这个二战摧毁来纪念啊，纪念说不要再发生战争啊。安理啊，平安一点告别啊，所以这边就在柏林一个重要的目标啊。在柏林啊，以前结果发动战争的愚笨或者是愚蠢的行为啊。而且威廉教堂是1932年起的啊，一种企业起源呢啊。好，另外呢，到跟包豪斯的风格其实也影响到后来的现代主义的风格。所以后来就包括在柏林很多地区有现代的建筑啊，建筑呢就是高楼大厦，所以人家看到他博物馆啊，有一种甚至高楼的。然后从这个现代建筑慢慢就开始跨到后现代，后现代一直在用啊，变直线，越来越曲线啊。那另外呢，很多透明啊，玻璃的是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地区比较特别是。这是功德的啊，一种功德的广场啊。啊，这广场必要是用高楼建筑啊。啊，功德我知
社会主义的国家嘛，啊、所以为了准备好每一节人拢出来读哈，去买一些起的哈，拢是迄个包括哈，他们边啊咧，即个教堂啊，拢甲我们迄个博物馆嘛，拢无共款哈，即拢是迄个东德建筑哈，他们进入到建设，即拢是伊的住宅哈，我讲每一节人拢来哈，住宅有其屋啦哈。住的就一直每个人都一样都不要太大嘛，啊，都差不多那样，所以这是东德时期的建筑，啊，所以建筑也代表社会主义的一个平均的理念，啊，后现代我们刚刚讲，区县越来越多，包括柏林爱乐啊，或者是现代总理府是啊，起码每个往办公的地方啊，还是跟结合了现代建筑跟后现代建筑风格啊，那有什么风格？各种直线、曲线、透明、钢材啊，材料都合在一起啊。啊，这个区域啊，是德国现在最重要的地区啊。你把炸弹放下去啊，德国就完蛋了啊。一起用所有领导中心都离开了啊，包括国会啊，包括总理府，包括各个部门啊，都离开啊。一个是政府区啊，而且政府区已经是因为。柏林围墙啊，新建区已经禁建区啊，哦，都挖东西啊。那各位两个统一柏林围墙拆掉之后，在古都啊，我们的好政府，像那些总理啊，那些国会大厦啊，另外这不同的部会啊，东西啊，甚至灰熊的所在啊。啊，另外盖桥这不太算建筑啊，这个算纪念啊，也是柏林啊。柏林有一个纪念欧洲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碑啊，就碑而已，碑意思就是说。像建筑特色的哈，一个一大堆的水泥块啊，大大小小啊，从上面看这个很像波浪的大大小小啊，一起2711块的石碑啊，啊为了纪念什么？为了纪念欧洲的这些被屠杀的犹太人啊，所以不管拢无字啊，代表讲很多犹太人被屠杀，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他的牺牲，他让世人可以来纪念一下啊，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好，以上简单的介绍，好，开始今日讨论。